Hello，大家好，我们今天要来开箱一把这个 Yanagisawa 日本柳泽的这个 AWO10 GP，它是这个镀金的版本。好，大家注意哦，这个乐器盒打开的那一瞬间呢，它整个散发出来的这个气势会非常的不一样。那让你们来感受一下，有没有发现这个色泽跟普通的乐器是不一样？这个就是镀金的魅力。好，我们先从这个最小的东西来看，像它这个最简单的这个吹嘴盖跟这个原厂束圈呢，它都是做这个镀金的。对，即使你不用放在这边，看了也都非常的开心。好，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脖子，然后它这个包装袋也是不一样。好，它也是跟这个 W37 一样。跟纯银的一样，就是雕花雕得满满满的，非常的漂亮。然后柳泽 W 系列都是用这种吊挂式的脖子。再来，我们要来看一下这个乐器的整体。那这个高阶特制款呢，一样都是比照这个高级雕花处理一样，这个喇叭口也有这个雕花，跟我们上次开箱的纯银是一样的。然后这个整个色泽看起来就是非常的舒服，然后四叶草整支满满的雕花，还有这个蓝色的 Yanagisawa 字样，有没有这个镀金的感觉？是完全不一样的这个气质。好，那由于就是我们需要保持这个乐器是全新的状态，所以我们就不再做这个试吹的动作。有兴趣的朋友可以来到唐川来观赏这把乐器。那对价格有兴趣的朋友啊，也可以来私讯我们询问这个价格。好，今天的介绍影片就到这边，拜拜。